2023胡润全球富豪榜发布，福建最会赚钱的十个人，你认识几个？一、张一鸣，北京字节跳动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，财富值2500亿元，福建龙岩人。二、曾毓群，宁德时代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，财富值2350亿元，福建宁德人。三、黄慧忠，真记香烟集团董事局主席，财富值1500亿元，祖籍福建晋江。四、黄慧翔，中亚银行股东，财富值1400亿元，祖籍福建晋江。五、黄世林，宁德时代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，财富值1200亿元，福建宁德人。六、王兴，美团创始人，财富值1050亿元，福建龙岩人。七、郭鹤年，新加坡郭氏兄弟集团董事长，财富值1050亿元，祖籍福建福州。八、李平，宁德时代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，财富值550亿元。九、丁世忠，安踏集团董事会主席，财富值530亿元，福建晋江人。十、丁世嘉，安踏集团董事会副主席，财富值515亿元，福建晋江人。这些人里有你的家乡企业家吗？点赞关注，带你了解最真实的福建。